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讲堂军库。本期让我们一起看看一款来自科索全新推出的 EDC 折刀 Corsair Iradio 2038。这款折刀的设计非常简洁，极简的设计元素让人非常爱不释手。Corsair 的这款刀呢，使用他们家独特的轴索设计以及卡秀设计的毛尖刀片，其毛尖刀片的造型呢，参考的是长矛的结构，其材料为 D2 高碳钢。第二高碳钢呢，是一种非常适合日常使用的一个钢材，它具有出色的高度耐磨性，以及优秀的韧性，还有强大的边缘保持性，再加上性价比非常高，价格也适中，所以呢是日常使用EDC 材料中非常出色的一款材料。那么它的刀身热处理之后呢，它的硬度能够做到60 HRC， 非常适合日常使用。Corsair Iradio 2038。其刀片长度为8.6厘米，刀片厚度为2.7毫米，完全满足国内的法规要求。其刀片表面采用实体表面处理和断面打磨工艺，整体非常协调，令人非常的惊艳。在刀片上，一面设计有可扫的 logo， 另一面则设计有一个小徽章和型号。上面的小徽章则代表了这款刀是由可扫设计的。在刀背上有防滑锯齿纹和两个对称的拇指螺柱。那么此款刀呢，还带有两个我们刀背上面两个螺柱我们叫做拇指螺柱。它是干嘛用的呢？是方便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呢，快速的出刀使用非常的方便，以丝滑。那么它有两个解锁这个钮，那么通过按它之后呢，它就会自动收刀非常的方便那日常使用的话呢，就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好用。手把设计上面采用了灰色阳极氧化铝手柄，手柄材料为6061T6铝合金，在尾部两侧设计有口袋夹安装孔位，可以后期根据需要自行调整位置，方便左或右携带。刀柄背部设计有单根独特的一个铜极氧化背衬和挂绳孔一体零件，能装饰能挂绳，非常美观人性化。那么它的使用场景呢也非常丰富比如说我们经常大家去钓鱼，对吧？可以当做一个切割切割鱼线也好，切割我们的包装也好，或者处理我们鱼的一个工具日常的我们拆快递以及我们日常野营露营也可以当做一个非常好的切割工具，或者处理各种需要切割的场景都非常的赞。目前这款小折刀为 Corsair 设计，由国内生产，出口国外销售目前呢，这款刀呢在美国吧官方的售价呢是99美元，在欧洲呢是70多块钱欧元，那么在国内呢在讲堂军库呢已经正式上线售价呢是99人民币，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行搜索查看购买。